门不见了，哐哐哐的，对，把这个东西给搞了。这样才对。是你有手机，那是灯是你带的，嗯，你带灯了，他个人的，个人的。我只有带那个转盘，是不是大哥啊？真的。你们要带什么伴手礼呢？妈妈，我要这么大哥。你要搬家？米姐，你有看到米棒哈？对，在锅子里喽。就是那个白白的。对对对，卷卷的那个。长得像欧蕾。对对。他们的特产。它是这里的特产。对。秋田牛。秋田牛。它特色在哪？肉质滑嫩。入口即化，好吧。